那点的分。我发了。这种小事我怎么可能随时跟进？不会是简小姐非常帅气的拒绝了你的工作吧？当初是谁信誓旦旦的跟我说简小姐一定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，还逼我连夜出了合同。我还有事情，你可以走了。哎，那不是老王和小金吗？肯定是来谢你救命之恩的。这是我的工作，他们不需要感谢我。在你那个天才的高智商的脑袋里，难道就真的挤不出来半点空隙，拿来稍稍的理解一下世间人情这几个字吗？我在忙，你去。买了些烟花，抽空放了吧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因为国家部今天不在。不在。哎呀，我今天主要是来谢你。救命之恩啊，我们孩子的事。世间人情。看他们两个真般配。我怕胃病。我接个电话。哦。哎呀，我干活了。喂。你在干什么？没干什么，我打扫卫生呢。那你过来，我这有一堆烟花。不用了，你送给别人吧。我没什么人可以送。那你就自己给放。不好意思，我对点燃一堆难闻的固体，制造出一些更难闻的气体和奇怪图案的活动没兴趣。好，我跟简轩过去拿。好。轩，你车借我用一下。去哪儿啊？我去博教授那儿。那我送你。不用了，我让轩陪我去。轩，啊，给姐出趟门。哦。在这。谢谢。去哪儿？博教授吧。啊，我去。呀，不是你。我今天去弄完了。